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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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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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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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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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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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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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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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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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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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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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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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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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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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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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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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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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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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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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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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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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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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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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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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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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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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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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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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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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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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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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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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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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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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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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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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，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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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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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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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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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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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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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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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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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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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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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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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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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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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南无阿弥陀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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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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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
弥陀佛，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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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在《三宝感应药业录》里面呢，就有记载，当时候呢，有一位呢叫张元寿的人，他也是一名呢信佛的人，但是呢，他出生的家庭，他的父母啊是做这个杀生的行业的，每天呢就是杀鸡杀鱼啊做生意的。张居士有学佛，所以每次看到父母这么做都感到很伤心，但是身为孩子的他呢也做不了主，劝不了他的父母。是啊，有时候呢父母觉得说呢劝孩子学佛很难，但是各位啊，孩子劝父母学佛更难啊，因为父母每次都说他吃的盐啊比孩子吃的饭还要多，是听不进的。那这个儿子张居士自然没有办法劝自己父母学佛呢，就是他父母完全不听。那当他父母过世的时候，他很想呢为他父母啊做功德超度。那后来找来找去，就是到佛门里面呢有一尊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。因为阿弥陀佛啊，连一个忤逆十恶的人呢、啊、他都不舍弃，更何况是自己的父母呢？父母是造了很多的业没有错，但是不至于说像忤逆十恶这么严重嘛。所以张居士决定念佛，希望阿弥陀佛呢能够超度呢他的父母。那阿弥陀佛啊是最慈悲的，我们这样有念佛的话，阿弥陀佛怎么可能说不感应呢？结果呢，真的有一天张居士啊就梦到啊有一道光明呢射到他的房间里面，仔细一看，他发现光明当中有20多个人啊坐在一朵很庄严的大莲花上面。那上面呢其中两个人就说了，张元寿啊，我们是你的父母啊，因为生前呢喜欢喝酒，而且整天杀生，所以过世以后啊就堕落到地狱里面呢、啊、受苦受难。但是呢就在昨天，阿弥陀佛呢来到地狱啊给我们说法，劝我们念佛，所以呢我们那个地狱啊20多个人啊就这样脱离地狱得生极乐世界了。那今年因缘成熟，所以在去极乐世界之前呢、啊、特别来通知你一声，哎，那尊阿弥陀佛我们记得很清楚，就是你跟你家里供奉的那一尊呢一模一样。说完呢，张居士啊就看到这朵莲花呢向西方呢而去。所以各位我们看，什么招请啊父母的魂啊他都没有做，一般讲的什么法会啊东招西招还要供品一大堆的，但是这个公案就儿子张居士一个人念佛，
阿弥陀佛甚至亲身到了地狱救他的父母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就像印光大师所讲的，凡修持一砖不一杂，念佛一法超过一切，或见王或起亲受，并一切所求皆可如愿。像印光大师讲的，超度法会最好是简单，不要复杂，但如果简单不殊胜的话那也不行，刚好念佛是简单又殊胜。因为印光大师说啊，念佛的功德是超过一切的，不管我们现在啊是要要求什么，甚至要超度我们的亲人到净土去，连堕恶道的亲人对阿弥陀佛来说都没有问题。我们看到当时啊，不止张元寿的父母，连其他20多位有缘的地狱众生同样得度了。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，竟然有这么大的功效，真的像印光大师所讲的，念佛一法超过一切，一切啊都能够满愿。所以我们念佛人呢，自己没有能力超度也不要紧，因为阿弥陀佛呢可以替我们呢做超度，而且是圆满的超度。因为呢不止度我们的亲人脱离三恶道，而且能够接引我们的亲人啊到极乐世界成佛。因为有些超度啊最多呢只是呢脱离恶道而已，但如果说今天我们念佛靠阿弥陀佛的话，是直接超度我们的亲人呢得生极乐，这样不止脱离恶道，而且永远脱离轮回，不止永远脱离轮回，而且直接得生净土呢成佛。我们要知道藏居士的父母啊一生都在杀生，做杀生的行业的，杀了不知道多少的动物，业障啊都很重，而且呢还有喝酒吃肉的坏习惯，但是就这样子的众生，阿弥陀佛还慈悲不舍他们，还能因为呢孩子念佛的因缘直接护持他们啊得生净土，从一个杀生喝酒罪业深重的地狱众生直接成佛。你看这是在其他超度法门啊是找不到的。所以印光大师也说过，地藏菩萨救苦心切，然比阿弥陀佛临终接引令得往生，则又相去悬愿，至于做佛事当以念佛为第一。你看确实是如此的，要超度自己过世的亲人，不管他们生前呢做什么也好，没学佛也好，最好就是我们给他专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不用加上其他的，越是专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效果就是越大。你看印光大师说，甚至什么地藏菩萨呢也不用加进来，因为有些人呢认为说呢，单单念佛呢还不够，还要加地藏经。但是印光大师说，虽然地藏菩萨很慈悲，但是还是不如阿弥陀佛的。是啊，地藏菩萨的愿力啊只是呢度众生离开三恶道，但是阿弥陀佛直接度众生呢到极乐世界成佛。而且地藏经呢已经说明说呢，功德呢只有1/7，但是念佛呢就不这样，因为阿弥陀佛是发愿啊把圆满的功德呢送给十方众生，没有讲呢什么1/7的说法，这样当然呢就比不上了，也肯定的。因为学佛人都知道，菩萨虽然慈悲，但是不如呢佛圆满的大慈大悲呢就是，更不用说是被称为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。所以印光大师就说，地藏菩萨的愿力啊远远比不上阿弥陀佛的愿力，就是这样。这不是分别，而是这是一个事实，要不然阿弥陀佛呢也不会被称为是佛中之王了吗？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